史努比他是爷爷，他是那个小孩，他不懂事吧？你叫 Siri， 我叫史努比。안녕하세요옥탑방이선생님입니다오늘아주중요한대결이있어서제가머리를좀어떻게해봤어요여러분어때요느낌이와요느낌이오세요스누피입니다저는오늘스누피팬을대표해서이자리에왔어요그리고저희집에오늘셀리팬이대결을신청했습니다자박수로맞아주세요你太夸张，你才是吧？上次来你家的时候就觉得到处都是 Snoopy， 所以我才觉得说我一定要来 PK 一下。可是我韩国家更多的 Snoopy 都没有带过来，今年是 Snoopy 出生70年，他是爷爷，知道吗？这三个小孩他不懂事吧？叫 Snoopy 爷爷，不是我 Snoopy 爷爷。也是，只要看到史努比的东西，你就会忍不住想买，很心动啊，所以一定要买。今天啊，大 PK 就是大家选三个最特别的，对，最特别的第三名，我觉得是沙莉的口红哦。这个很特别吧？啊，미샤에서나온哦，不管色号就直接买了是吗？对，他有说很多色号，其实我全部都买了。几个？三个。哦，橘色的，然后这个是。酒红色，第三名，耶！哦，这是什么？保温瓶。哦，保温瓶。对，哇，糖纸也有哦。打开容量感觉很大，很不错哎。就是哦，灯塔。等一下，我们一起吃。可爱，其实重点是史努比吧？史努比，史努比。哦，灯塔。冬天想喝糖，但是没有尾部的地方去的话，可以带这个瓶。哦，可以耶。上面有糖纸，好方便哦。对啊，很实用的一个东西哦。一等。大家完全想象不到的，你也绝对没有的东西啊！对了，吹风机，太夸张了吧！这是屈臣氏那时候出的周边，我只要看到这个可以使用的，对，这个可以使用，来刷刷看吗？这个很可以哎，是吧？嗯，不错。有很大的东西，就是要洗的衣服塞进去的那个洗衣篮，放在。我的家里之后，就我走来走去的时候，一直都看到它。这个锁起来就看不到啊，是不是？就一定会看到。但我至少好算。Teddy 们的第一名是，我跟你说，我觉得这个东西超酷，而且我一看到我就买，我也不管那什么东西。是什么？这个低周波的按摩器，就是把这个东西贴在身上，然后呢按开始，它就会有一种在电疗的感觉，超酷的哎。苏皮为什么没有这种东西？苏皮的因为不是圆心。对。这个你有还有办法赢我？我真的也不行哦。我想一下，我有什么东西啊？什么鬼？为什么呢？太夸张了吧！好，史努比的，天哪！大同电锅，太扯了吧！大同的，哇，超可爱！住在台湾的人不需要一个大同电锅，对吧？夸张了吧！每天。煮东西、煮饭的时候也实用，也看到史努比哦。你就每天晚上15分钟才看，但是45分钟都会在一起。电过，电过。这是什么？这个是晚上夜灯的夜灯。哎，家里也有这个，太贵，买不起哦。这是 7-Eleven 的哦，好可爱，很可爱。对啊，我也有啊，我自己做的。你自己做的？这是什么？为什么有两个？我想买莎莉的存钱筒，买三个免运，一个拿去传教用。传教？教？莎莉教？莎莉教？对，他送人了。然后这个我就在里面塞灯，就变成小夜灯。然后是真的传教用。对，是吧？对哦。那如果要选一个你每一天都会用的，我每一天都会用的，应该是这个吧？就是会跟他一起睡觉，我会帮他盖棉被，帮他盖棉被。嗯。啊，可是这个也会啊，因为每天卸妆的时候，我三餐吃的时候都有这个盘子，哇，好多，等一下，看，给你看，可爱，它是全家人哎，史努比，所以全部都喜欢，对啊，全部都喜欢，已经哦，我是全家人都喜欢，然后已经预备好了，哦，2021年，我有这个，护照，哦，对吧，귀여워。哇，真的很疼，看到他们心情就会很好，对不对？好重，最后的时候或是什么自己要记录今天要做什么的时候，都会在这边记录。我也有，哇，好可爱，有个小小的这里，然后笔记本，可以就这样子都有。杯子，对，我们的杯子，我有，还有一个可是找不到，夜灯有，
这里也有一个夜灯。对，啊，那边有个小夜灯。哦，没错，记得吗？是我送的。对哦，三零片送给我的夜灯，夏天必备，嗯，电风扇。好了，我们和好。好，好和好了。虽然我觉得我还是赢。哦，你赢得过电锅吗？我以量取胜呢。那就大家来投票，看谁赢好不好？留言给我们。真的，因为谁赢？我赢。我爸，我爸，我就这样子啊。丢脸，但是还是帮起来啊！就是那个 Snoopy 啊，我觉得喜欢什么东西就会长得很像什么东西，因为大家都说我长得很像 Sally。真的，你像 Sally， 我像 Snoopy， 是吗？哦，留言给我，真的吗？我讲 Snoopy 吗？可爱吧？今天的心情超级好。지금까지옥탑방의이선생님이었습니다지금까지옥탑방의이선생님이었습니다감사합니다有吗？有吗？我手会抖，因为其实我贴在脖子上，我都不知道。那个抖不是你自己抖，是他抖，对不对？嗯。哇！이정도아저주파오와너무웃겨진짜신박해귀여워선생님这很像哎。